鲍鱼。虎虾啊，生呛的，吸个脑子。海螺头老婆脚，这个海螺最好回家切片炒，切片蘸辣根。老朋友，
北极贝。熟的，这玩意儿挺好吃。这里面黄挺好吃，吃三只就饱。海鲜酒拼盘，满黄小青龙，还有大红蘑，各爆黄大红蘑，慢慢粥开的这个壳，这个小微动更好，它的壳特别薄。然后这个红色的是它脑膜，这个红撕开这个，它的纹理会非常完整啊，太完美了。这个是它的黄，这是它的脑子，这个往下都是黄，这个大红蘑都是爱心的形状。
要这小青龙。芝麻章鱼，无法呼吸。北极冰山棒，这个超脆，鲍鱼刺身。内脏，大号太傻，满籽满缸的玫瑰龙虾，再次奢侈一碗啊！一定给它双击啊！满满虾宝宝，哎呀，扎手！这个刺身好吃，熟吃更好吃。它的虾线，
这个龙虾的特点啊，基本上都有花。哎呀，太硬了。这个黄蒸鸡蛋糕特别好。真鲜。